大家好，我叫林嘉伟。我是看起来很像混血的，我是闽南混台湾族啦。加白加白，点阿鲁比景。那目前就读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客家戏学系四年级。那接下来，我想要当外交担当，因为我蛮喜欢交朋友的，所以在团与团之间，我可能做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桥梁。繁忙小小拥挤的城市，耶耶，根本都不用再去解释，耶、让我们一起开始 all in， 耶耶哎 ，Put your hands up everybody， 别害羞 ，moving your body，enjoying our party，finally get out， 决定全的 all in， 耶、我会翻跟斗。所以舞台要炸的时候，就要靠我了。